啊，你跟我同时来的啊，你怎么会是台湾人啊？我如果叫你台湾人啊，我是什么人？好，因为你也不是台湾人啊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台湾只有原住民住的，河洛人也不是台湾人，客家人也不是台湾人。可是因为河洛人好、哦、来了很多人之后呢，就住久了，就把自己叫做台湾人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其实不是，好、哦，其实不是，因为真正对客家人来说，台湾人是原住民，而不是你河洛人。河洛人跟我一样，都是从外面来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他客家人会叫我们河洛人，公河洛为哦，河洛话，好、哦，河洛人是不是这样的？好，那各位同学，我们都知道哈。哦，台湾的政治版图呢，是北蓝南绿，北蓝南绿，这个我们都知道哈。哎呦，我写成圆的哈，北蓝南绿。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因为呢，桃竹苗。